箔在泰国讲的是旺运，师傅贴上金箔之后会在金箔上面用法笔写上经文，最后法事的过程会让金箔经文全部吸收到我们身体里面，把师傅给我们的法吸收掉，不都是95%以上食用级的金箔，所以人体吸收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一种协助发展内在魅力的法事，准备9种水果及贡品，放上化妆品、镜子、梳子，这种法事是许多女生的选择。除此之外，法力刺青也是信众的偏爱。像刺青的部分，我们会建议转完命盘让师傅看，让师傅来建议我们适合什么样的刺青，因为刺下去一辈子，选到自己喜欢的最重要。第一是脸可以是龙，第二是他喜欢不喜欢，第三他是100%他要刺青，喜欢跟适合是不一样，两个这里要分开。